华丽的喷泉造景日夜变换，更凸显梦幻感。日本东京迪士尼海洋第八个主题乐园 Fantasy Spring 设计概念影像21号正式公开，更将在2022年正式开园启用。魔法の水が流れる泉が特徴的で、夜になるとライトアップされてロマンチックな雰囲気に。东京迪士尼海洋将投入新台币983亿，增设新园区，就是要让魔法之泉引领游客前往迪士尼的幻想世界。里头更会以电影《冰雪奇缘》、《魔法奇缘》和小飞侠为主题新设施，这更是自2001年迪士尼海洋开园以来最大规模的扩建。壮大な空の冒険が始まる。迪士尼海洋今年7月也将推出新的游乐设施翱翔园区，仿照地中海建筑造景，搭上梦幻飞行器 4D 遨游世界名胜。やりたいことや作りたいものが次から次へと溢れ出てくる。だから東京ディズニーリゾートは誕生から今日までずっと未完成のまま。事实上，东京迪士尼是全球六个迪士尼乐园当中唯一持续赚钱的，决胜的关键就是不断更新硬体游乐设施。游戏内容不局限美国元素，而是融入日本文化。周边商品、园区美食、住宿全都赋予不同主题，灵活又贴心的行销策略，难怪东京迪士尼不怕香港、上海瓜分亚洲客源。三立新闻为你报道。